给我打，一直打到他愿意说实话为止。是。怀英啊，怀英，怀英，怀英，嗨，兄弟，快快快，你跟上，我去想办法。好，快，快点，快跟上。月季主事，暗门。快点儿，快点儿签字画押。这押我画不了。这上面写着，菊水楼之火属天谴之灾，可菊水楼是楼内起火，楼外边可没着啊，这怎么能说是天火呢？好好好，那你说这火从何处而来呀？我要是说不出，这火就是你放的。火是从何而来，需要勘察现场，需要找到起火点、起火物，现在查都没查，无凭无据，凭什么就认定是我呢？大胆！本官当然有凭据，九人八命，唯独只有你活着，不是你，难道是我？若真是我起心动念想要作案，我又怎么可能让我自己沦落到这般田地呢？你们这些乌七八糟出身的人，什么事儿干不出来？来人，给我打，一直打到他愿意说实话为止。是，住手！麻烦。下官有失远迎，您请。为师，狄仁杰是昔日左丞狄之训之公子，并非你所说什么乌七八糟之人。况且他说的也没错，若是他犯案，并不会留下如此狼藉。狄仁杰也曾经是我的学生，
我信得过他的为人，也信得过他的智力。